叶志成无影，。你哪会当用这种头脑对你妈妈讲话？我无想要你甲恁爸爸妈妈，佮因为我遐尼痛苦啊，所以请你以后来山顶义诊，我莫过来民宿啊。你怎啊开车呀？阿娇弄着我呢，要死你家己死啊！我今日对付老秦完失败，你保护住宅，抓落来，只会当靠你。原来是你，你搞我出来这什么意思？好啊，享受这环境，这风水地理袂歹，我专工替你拣，这就是你重心之地。可怜叶志成啊，阿哥，你今晚都给我再造孽啦！徐经理，你哪会连家己的查甫人都顾不好啊？拄则讲志成伫你的车顶昏几工啊？两三工前啊，一直到今嘛，搁咧昏迷。我接到你的电话，你讲人咧病院内面，我今日到要死，啊，你是倒位受伤？连我记得连你是啥我拢唔知影。我是啥你都唔知道，我叶志成啊。卡叔讲你是叶志成，阿你内底个是啥？